知道我以前在那个进 TV 之类的，因为我做了什么？我做了就是啊，统筹很多小妹妹。我需要知道队长需要做什么， okay， 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其实那不然明年那你接了好了，我当队长。志玲，哎，林志玲，叫啊，哇，一大一唱的，好吵啊！等一下，他在我们家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那个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石原跟谢雅他们双胞胎，他们的婚姻是什么？”假回应，哎，这是生物的问题了吧？真的问说，所以双胞胎是同一天吗？我觉得代表可能会两个人。我现在也好紧张哦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会先进去，他们说，哎，我们等一下来拍呢，然后呢，我再出来，然后你干嘛？进去拍，然后我就找小鱼，先找小鱼，短头发，短头发，金色最浅的那个，对。现在坐在进去桌子是这样，然后他在这里。耶！我们现在来到牧师女孩的休息室，那我们现在先随机访问一下女孩，我来看看。哎，这位朋友，不要再躲了。来这边，小 U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，你平常上班一定会带什么小物？化妆包嘛。化妆包哦，对。哦，头用头发。聊得好自然哦。那个便当好笑，怎么开在那里？那有什么是你觉得你就是最推荐的化妆品？对你一定要用，只能带一个补妆。这个啊。这个我也很爱，就是对，这是画在这个下面。我是韩国买的，对，是韩国买的，但是台湾就有卖啊，刚刚找。这边涂很多点。哎，那你帮我画一点。好。会亮亮。眨眼。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一机先换电池。好。好，那石原，思雅也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完蛋！刚刚制作人大口误，直接叫出石原的名字。我们现在要改一下计划，就是原本是我妹一直在里面嘛，我想说中间我先进去一下，就是混淆他们一下，想说他们会不知道到底谁是谁这样子，希望可以成功的把那个伤害降到最低。找一下徐佩琪好了，你怎么这么远？你过来，过来。那你平常上班都会带什么？化妆品小物，蛮像妈做的。定型喷雾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出油。对，常出油。你也常出油。我们跳拉灯会常。因为你刚刚吃炸鸡太油。对啦。会太油，所以要喷。对，定型喷雾，定型喷雾，然后还有。这个也很厉害，这是什么？眼影液，所以它会非常的亮，然后可以非常持久。好认真，你就是全场最亮的焦点，没错。对，你已经是了，因为我眼睛没有你那么大。你也很漂亮，大家互助相吹捧，好极，你也很漂亮，很漂亮，你好漂亮，你这么是最漂亮的啊！我刚上了。你会凶我吗？我等一下回来访问你，我先去买东西给你吃，你等我一下。现在去叫李姐。为什么这种艰难的事情是我做？我很怕被他打。哎，李子颖，我买炸鸡给你吃。哎，李子颖。哎，你想一下好不好？那这样状态是可以的吗？我们队长是一个。对啊，那队长哎，你振作一点好不好？最近当队长，因为我很不责任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，睡前就是参考了很多，要怎么样跟队长，所以我刚刚会觉得有点累。哎，我可以跟你抢队长吗？你知道我以前在。
在那个性行为里面。那你们做了什么？我做很多事啊，统筹很多小妹妹。我需要知道队长需要做什么， okay， 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其实那不然明年，那你接了好了，我当队长。志玲，哎，林志玲，哎，叫啊，你把麦唱来，好吵啊！你早就发现了，不来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烦呢？啊，是你啊，真的哎，你太好了，在演呢，你在演，你演技进步了耶，我不知道。你就让我尴尬，你就想让我尴尬。好了，哎，小玉有发现吗？我看你的妆啊，所以你有发现？小玉那么近距离看这个二 D 的，超近的二 D 的字，你一定早发现，对不对？我很想笑，你刚刚脱粉脱下来，看起来太大了。徐佩君搞什么？那你为什么叫我思源？就有一个 feel， 今天有。我以为他已经发现了，漂亮哦，你是不是最漂亮？所以我们有成功吗？你有李子怡，我们有成功吗？李子怡，我觉得有，因为我刚真的，哎，我先认识你的，啊，你还不认识，认不出我，因为我刚刚是那种睡眼惺忪的看到，我想说，哎，有字，所以我还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聊天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要爆料，好，爆料。有一次呢，等一下，他在我们家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那个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嗯，就是石原跟谢雅他们双胞胎，他们的婚姻是什么？”小玉，哎，这是生物的问题了吧？就问说，所以双胞胎是同一天吗？我觉得不代表可能会两个然后想说你们会不会发现？对，我们在洗白纸，所以赶快再换我进来。我们以为说他喊错名字，对，有人讲石原嘛，然后有人讲说什么石原原书记，我还以为。